民政党署理主席胡栋强反击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，警告他不要以滨州首长人选试图挑拨离间分裂民政。胡栋强今天发文告表示，林吉祥竟然使用离间计，询问他是否同意刘华才作为国盟内定的滨州首长。他强调，民政的立场和原则一致，不会去争论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。胡栋强指出，民政党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集中精力面对州选。至于谁当官、谁出任首长，那必须事先赢了州选才有的谈。现在谈这些问题都是浪费时间的空谈。刘华才早前在槟城民政大会致辞时宣布，他将在六州选举出战槟城威省。林吉祥昨天则要求他说明，刘华才会不会成为国盟的槟州首长人选，这是否得到槟州民政主席胡栋强的同意。刘华才昨天较后反呛林吉祥，要求对方先说明谁是西盟的首长人选。